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梁舒涵，在这边呢，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就端午节即将来啦，我们要来偷偷的问一下那个舒涵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？我喜欢吃传统的。我最喜欢就是里面有一定要有咸蛋黄，然后花生、香菇一定要。为什么一定要有香菇啊？很香啊，因为香菇很香，而且香菇的味道很重。那你喜欢吃甜还是咸的？蚂蚱。蚂蚱？蚂蚱来讲吗？嗯。甜的就是鸡掌那种沾糖的金色的嘛。哇，那个也很好吃哎，哇。我喜欢吃啊，蚂蚱，可是我蚂蚱不喜欢吃那种就是水煮的那种，太湿黏了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与喜爱，我们的女力报道最佳拍档也要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哦。还有力 TV 有同步跟播这部优质戏剧，一定要支持加锁定。力 TV 线上影视。